哎，曼妮，你回来了！哦，好久不见了，太好了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哎呦，曼妮，回来了！哎，李伯伯，曼妈妈，好久不见了！哎，晶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曼兰，曼妮回来了！哎呀，快点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你把这瓶酱油呢，给你二楼杨阿姨拿上去，她要是有零钱，你就给带回来，没吧？就算了啊！长这么快啊！曼妮，哎呀！我出去好多年了，这次回来待多久啊？来来来，不用不用，不用不用了，我下次来啊。谢谢王大哥。哎，这大城市里回来啊，就是不一样。曼妮姐回来了，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好啊，哎，好，一会儿过来来吃啊，回来来吃啊。哎呀，那当然了。 妈，我回来了！哎呀，闺女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妈，你这回回来多长时间了？你怎么回来了？妈，你这是什么表情了？我回自己家还要打申请的？就是，不是，你这突然回来也不打个招呼，你看你还拖着个大箱子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什么事儿也没有，我就是想回来了呀。 你是打算就住几天呢，还是想？我不是答应你们了吗？30岁之前呢，要是什么都没有呢，我就回家来，再也不往外跑了。好，过两天我过生日啊。当然了。你们忘记了？没有忘记啊。我肯定回来的呀。上海现在跟我无关了。好，我把箱子先拿进去。哎，我去拿，我去拿。哎，爸。 我饿了，你给我做几个菜。哎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像电影《雪鱼》行吗？一定要吃的啊！再做几个你爱吃的菜啊！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我把箱子拿进去了啊。慢慢的啊。嗯，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英姐，我这边我就吃晚饭。好好好好好。哟，曼妮回来了，阿姨，越长越漂亮了。谢谢谢谢。 你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我怎么看我妮妮，感觉情绪不对呀？ 平时家里三请四请的，他都不回来，现在倒好了。哎，突然就这么回来了，真不知道他遇到什么问题了。哎呀，还能遇到什么问题啊？那肯定是受到打击了，待不下去了。看那样子啊，也不像是衣锦还乡的样子。哎，哦，不过回来挺好的，这世界也看过了，挫折也受过了。 就能安安心心的留在我们身边呢。可是我看着就心疼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可提醒你啊，少问少说。女儿想说了，自己会说的；不想说呀，也别瞎打听。我们趁着这次给她过生日啊，好好的给孩子暖暖心。 很久没见面了，他已经有2年没回来过年了啦。哎呦，真是大城市的姑娘。这场声势浩大的生日宴，让我迅速找到了归属感。以前在上海一个人过生日，经常是在加班中度过的，点一碗面，没滋没味的，顶多再配一角小蛋糕，连心愿都懒得许。 哎，闺蜜们，闺蜜们。
谢谢你们啊！你们辛苦了，好茶话呀，甘雨兰。哎呀，真的，今天真是太开心了。啊，你们家的碗来了，慢点，慢点，都洗的干干净净的啊，都给你拿来。哎呀，妮妮啊，你连洗发水都带回来了，我习惯用这个了，怕这里买不到呀。今天高兴吗？ 高兴，你说把全镇的人都找来了。你看看啊，这是今天大家跟你在一起拍的合影，每个人都在夸你漂亮，有气质。你说我这心里有多开心啊！看看这张，嗯，你什么时候开始戴眼镜的？哎呀，眼睛老花了，不戴不行，看出来模模糊糊的。你看现在看得多清楚啊！ 嗯，这些照片不都是我朋友圈里发的吗？对呀，我都给你存下了。哎，那一年我快退休了，哎呀，工作压力实在太大了，我就把你的照片翻出来，对着你的照片说：“女儿，我会站好最后一班岗的哦。”那这张呢？ 这是我吃饭拍菜的照片，也没有我，你也存啊？那当然，我好知道我女儿，在外面爱吃些什么菜呀，喝些什么喜欢的奶茶呀，还有吃什么蛋糕，包括你的指甲有改颜色，我都知道。这样，我对你了解的就更多了。妈，嗯，我回来，你高兴吗？ 其实我心里还是挺矛盾的，盼着你在上海能够过得更好，过自己想要的日子。可是真怕你不回来。嗯，你在上海的这七八年，我都给你记着呢。第一年，你回来了20天，嗯，然后就是17天、8天、3天。 就是前年和去年，你因为太忙了，所以在放年假的时候，就和朋友们出去旅行了。那一年过年还是我和你爸爸去上海看的你。哎呀，也许真是这样啊。孩子长大了，越有出息。 跟父母见面的机会就越少，你就突然回来了。你知道妈妈心里有多高兴吗？这样我每天都可以看见你，摸着你了，妈，真好。 回家真好，妮妮，生日快乐！礼物我们已经给你寄出去了。生日宴太牛了，流水席啊！早知道我们跟你回家一起见识一下了。照片看着牛，其实没吃饱。哎呀，生日得吃饱呀！知道了，知道了。 于伯，妮妮啊，还没关门呢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哎呀，这次回来您一瞟我，就知道我是谁了。不认识人也认头发呀，这几条街谁不是我从小剪到大的？你这头发自来卷拉都拉不直。啊，真的吗？<笑>看来你呀，头发白了。 眼睛都一点都没花。嗯，简简，嗯，好，简简，今天我过生日，就简简，嗯，从头开始。哟，于伯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在用这个水壶啊？ 进门先洗头，不费这道手，怎么多收你们的钱呢？
我这是童叟无欺，光剪发十块。太实惠了。你呀，打小就是头发又多又硬的。女孩子呀，头发硬，脾气就硬，少不了挨修剪。哎，对了，于波，这个附近哪里有开着的饭馆啊？这生日宴你收心没吃饱啊？没有，现在饿了。咱们这小地方，谁家晚上还出门吃饭呢？你当这是夜上海呢？我要不是归着东西，也早关了。哎，您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在上海待过呀？待过的人多了。能扎下根的毕竟是少数，人回来了，心也要跟着回来。今儿早啊，早。呀，嫂子。哎，呀，妮妮。嗯，今天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。那我给你买好了睡衣，洗过了，香喷喷的。妈，你这是审美灾难啊！大城市里待惯了，还审美灾难呢。妮妮啊，妈妈给你介绍的，哎，听着听着听着。妈妈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，见见呗。我这不是刚回来吗？我今天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跟你说这一句了。你已经三十了，还能不着急吗？那你让我休息两天行吗？哎，休息什么休息啊？马上马上见见，我马上见见见见见。那我先换个衣服。记住了啊，见见，我肯定见，肯定见，您放心吧啊啊，我换个衣服啊。去哪儿呢？啊，我想随便走走，买杯咖啡喝。下来，我带你去咖啡馆。不用了。哎呀，上来吧，这店你又不熟。真的，我带你去。谢谢你啊。哎呀，你客气啥呢？再客气我不高兴了。上来，上来嘛，来。那谢谢你啊。没事。哎，坐好喽。啊，走喽。于博好。这杯是拿铁吗？是拿铁呀。这是速溶咖啡吧？怎么可能呢？我们现在都卖的是手磨咖啡。知道了，谢谢。小姐，做指甲吗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我们店的特色，客人可以边喝咖啡边做美甲。方便大家。那些火锅店不都是这样子的吗？但是我们做美甲是专业的。我们刚开始老板只卖咖啡的时候，天天赔钱。后来呢，把这美甲搞上了，我们现在是最火的咖啡店。你要不要试一下？我不需要了，谢谢。哦，谢谢。我到现在都没缓过神儿来。那你就这样回老家？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，告别的猝不及防。是不是我们这个年纪，告别就是以后的常态了？是啊，其实我挺理解曼妮的，
别忘了，咱们都30岁了。30岁，真的就会不一样。我也是从这次曼妮的事情上，才了解到，你说人过了30岁，好像就到了一个分水岭，心态什么的，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不过对于曼妮来说，回家未必是件坏事儿，也未必就是结果。你觉得他还会回来吗？那真得看他自己了。喂，你现在方便吗？回来一趟吧。怎么了？爸妈来了。你爸妈？今天早上，你妈妈到楼下去兜一圈，碰见几个邻居，说是前段时间你的什么个人信息在网上给传出去了，离婚了。你妈妈跟他们大吵了一架，回来跟我一说，我也挺生气的。她可是刚吃了药过来的，所以这个事情啊，你们要慢慢的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陈宇，你跟妈说实话。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妈，真不是因为这个。那是因为孩子没了？也不是。那就没大事儿啊。是的，小琴是被我们惯坏了，特别是他爸，含在嘴里都怕化。这么大人了，不会干家务，不会做饭，不会卖菜，整天大大咧咧，没心没肺。但是他以后会改的。陈宇啊，如果是因为这个，我跟他爸，我们跟你赔个不是行。妈，你过日子，你找媳妇儿得找个人品好的。我们小金多好的孩子呀，对吧？这上嘴皮跟下嘴皮还打架呢，你们不能动不动就提离婚呐，而且不能动真格的，知道吗？离婚是我提的，我们俩没那些乱七八糟的，就是性格不合，谁都不想凑合了。什么叫性格不合？我就看不惯你们现在年轻人，两人想在一起就性格合，不想在一起就性格不合。我跟你爸性格合吗？什么时候合过？他喜欢唱歌，我喜欢跳舞。哎，他夏天怕冷穿这么厚，我就是怕热，我恨不得把自己塞到冰箱里过日子。一人退一步，哪有那么好的日子过呀？要不哪能为了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，那你们就离婚，这不行。妈，你刚刚说的是习惯不同，那个可以让步。我说的是性格不合，性格不合就像两辆逆向行驶的车，想去的方向都不一样，怎么同路啊？我爱追剧，我想把我的日子过得浪漫一点，有情趣一点。可是陈宇真的是我认识的最冷的人。我想要个小孩，可是陈宇也是打心里真的不想要，这个我是知道的。那你们说谁让步？陈宇，当初我们相亲，你也是为了结婚而结婚的，对吧？当初结婚是为了你们，现在离婚是为了我们自己。我想过自己的日子，不想再为了谁，所以你们也不用劝我，也不用担心我。这件事情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，我们就是离婚。
我尊重小新的决定，也是之前我做的不好的地方太多了，让小新失望了。结婚的时候我说过，会照顾他一辈子，我没做到，对不起。你听见了不啦？主要还是女儿的意思，这怎么说呢？不会的，小青你不了解，她根本都不是这个性格。我想不明白，她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呢？能够把我们那么好脾气的女儿逼得要离婚啊，那说明陈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离就离吧。为何刚不刚嘞？过嘞。离就离，你说得清楚啊？你知道吗？离了婚就是二婚，现在老姑娘那么多都找不着对象，离了婚她上哪儿找啊？再说了，咱们也不可能陪小青一辈子，那小青怎么办？小青不得孤独终老吗？哎呦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这里面是你所有的身份证件。我都放在这袋子里了。家里的药我也分了一下。你平时爱感冒，原来都是我给你冲的。这以后自己吃的时候，你注意着点儿。一天三次，每次一袋。肠胃药我也给你装了点儿。你这一年也用不上两三回，但是有备无患嘛。你看看卧室里边那些床单被罩，哪些你需要拿走的？我买新的。这些洗发水还有护发素我给你装好了，你不就喜欢这气味吗？你带走吧。我不要，你留着吧。还有这些招财猫，这些都是咱俩之前出去玩的时候买的，你看你喜欢哪些？太沉，回头我给你快递。哦，对了，这猫里边还有一些零钱，都是国外咱们带回来的。你看看是按面值还是按币种，怎么分？那天在床底下找东西，结果就扫出来一堆耳塞。你看看还能凑成对儿吗？你别分了，我就拿这包证件走就行，其他你都留着。小琴，对不起，
让你对婚姻、对我失望了。故事在每天发生，刻进岁月的年轮，一圈圈回忆拉扯着我们。生活它可不可能永远爱情的口吻？遇见你，我一直忙着。谢谢你。所有当相处变成课本，谁愿意为谁多退让一寸？原谅我一直提问那些有关于永恒，当我看到原来你也当真。我想你是我最好的另一半，世界如何运转，你是唯一答案，体会我的快乐，安慰我的不安，将每一个大困难都熬成了小简单。哎，慢点慢点，别碰着。哎呀，这是多久没骑这个车子了？哎，水来了啊！哎呀，好好好，哎啊，谢谢叔叔啊。哎，好。那怎么想起这个古董来了啊？这里去哪儿都不远，那骑自行车是最方便的呀。现在啊，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年轻人是怎么想的。哎，大概擦擦就行了啊。嗯。我先骑着试试。好，试试吧。啊，慢点骑啊！走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注意！注意！哎呀！你们让我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你看看。都磨得薄成这样了，肯定刹不住车。你骑着太危险了。啊，那这哪还有修车的地方吗？就是油，恐怕也找不着这种配件了。那我不是白擦了半天，我骑不了。你等等，把我这车子卸下来给你试试。那你拆给我，你怎么骑啊？哎呦，我这老胳膊老腿了，就是有刹车我也不敢骑了。安，你这车上，你帮我把它转起来。也就是您呐，就这么惯着他，想要骑车就骑车。哼！哎，老哥哥，这是您弟妹啊，刚给您炸的最爱吃的油墩子，趁热吃啊！啊，我给您放里边啊。谢谢爸爸。哎，我试试啊。好。哎呀，受累了啊！修好了赶紧回家啊！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。阿姨好。您好。
妈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小零碎要买啊，这日子也太难过了。这点东西你就嫌多了？你在家以前是不是什么都不管啊？也管，但管的没有这么细。第一次自己置办，才发现以前都是陈宇在买的。有一回他跟我说，生活中的这些鸡零狗碎会消磨掉一个人的光彩，当时还不觉得，现在发现还真是这样。怎么了？后悔搬出来了？怎么可能？看这两个，该买哪个呀？哎呀，我求你了，你要不然先把调料放一放，先抓重点，把你那些水电煤网络先开通。你反正现在也不做饭，等做饭的时候再说吧。好吧，好吧，还有好多东西要买。哦，我头好大。还有什么热水壶、挂钩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来，妈，你晒太阳呢啊。生日礼物太及时了啊！谢谢你的咖啡豆和咖啡机，简直救命！是喝不到咖啡吗？喝不到像咖啡的咖啡。好啊，那以后每周我都给你寄新烘的豆子。你一个月给我寄一次就行了，谢谢啊！看来你那儿除了咖啡喝不到，别的一切过得都还不错。那可是美的不行了，每天起床呢就有热菜热饭等着你，出了门整条街的人呢都跟你打招呼。哟，那你吃了吗？哎，吃了吃了。这是你大十八变，越变越好看。谢谢啊，听见没？整条街的人都夸我越长越美，我现在可是宇宙中心了。那你要是有什么打算的话，你随时告诉我啊。那个，我这个店里面还忙着呢，先不跟你说了啊。嗯，好，你忙。拜拜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不能来啊？吓我一跳！我还在想屋里怎么会有动静呢。哎哎哎！你怎么还敷我的面膜呀？你之前不是说这玉泥坊的面膜特别好用吗？我也敷一片，滋补一下我逝去的青春。还逝去的青春？你还嫌你自己不够嫩啊？给我扯呀！哎哎，你是害怕别人说你吃嫩草吧？讨厌！看你这弄得这么乱。你先别收拾，等我玩完我就收拾了。怪不得非要找我要把钥匙，就为了把游戏机搬过来玩啊？我这不是为了跟你一起玩吗？对了，这个游戏特别好玩，是吗？我教你，咱俩一块儿。好呀，嗯，那我去换个衣服。行。哎，这有个门。有门，推个门。你要进去吗？当然进去了，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啊啊啊啊啊啊！你不是不
吓人吗？吓人吗？一点也不吓人。你怎么不吓人？怎么不吓人？怎么不吓人？吓死了！你要是觉得吓人的话，那咱们换一个不吓人的游戏。嗯。谁呀？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啊！爸爸说不放心你，说你肯定收拾不好，让我来帮你收拾。哎呦，这楼上，你谁呀你呀？叔叔阿姨好，我是钟小阳。小七啊，钟小七，我都快相信你的独立宣言了。这是什么呀？游戏机呀、啊。楼下那个多大了？那个、还未成年吗？他成年了，他马上25了，我们也是刚刚在一起的。他才24，你。你听见了没有？你女儿是不是中邪了？不是啊，她刚才说什么？她叫钟小阳啊。嗯。哎呀，女儿啊，那你也不能凑着名字找对象啊。不是，我想起来了，上次在医院，是他送你去的吧？你当时不跟我们介绍他是你单位同事吗？对呀。哦呦，你就是因为他离的婚？不是、啊，我跟你说，小琴，你要是因为他离的婚，你这孩子你人品有问题，你不是我们教育出来的。我不是因为他离的婚，是中间好大一段事儿呢，我没出轨，你想的太多了。复婚。马上跟陈宇复婚，这么一个小孩，他能跟陈宇比吗？啊，这是两码事儿。怎么两码事儿？阿姨，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先做个自我介绍，我叫钟小阳，但是我们俩绝对没有血缘关系，这个你们肯定比我更清楚。我和小琴确实是同事，但是我已经离职了，我今年都25了，已经过了法定结婚年龄了。我是真心喜欢钟小琴。我也知道他离过婚，我们俩现在是在认真的交往，还望获得二老批准。哎，你有这个屋子的钥匙啊？啊，不是，这叔叔阿姨，咱们还不熟，你们可能还不太了解我，但是后面日子长着呢，咱慢慢处呗。我一分钟我都不想看见你，一分钟都不想看见你。哎呀妈！陈建东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回去。妈，分开，分开。妈，阿姨，哎，叔叔阿姨，我送送你吧。你也走吧。叔叔阿姨，真不用我给你们叫辆车啊？啊，不用不用。那行，那我先走了啊。
很用力地去体会这座城市隐藏的漆黑，去向时间示威，去看寂寞插队，闭着眼睛找一个座位。听说认真的女人最美，可又有谁懂我的狼狈？心有勇气支配，没勇气愧对，看自己的傻进无言以对。别气馁，是我最大的安慰，卑微还是继续飞。夜晚的碎梦将我包围，眼下的